当然是非常激动，因为之前虽然有去 KPL 唱歌，但是好像是第一次唱 KPL 的总决赛的主题曲，所以一定希望可以展现出 KPL 的燃热血和所有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，所以我也非常紧张，但是我也唱得非常非常的爽快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。和之前的风格其实都差别挺大的，以及包括我跟王者荣耀其实合作了很多歌，我们每首歌好像风格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精彩。就像我们每一个我们电竞的选手们，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个性，各自的风采一样，我觉得就跟歌曲风格一样，多姿多彩。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去传达的是，像歌词里面写的一样，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，它都会成为我们的勋章，所有都会成为我们最后获胜那个礼花里面的每一个彩片，我觉得我们每一步都算数，所以继续向前冲吧，这是我们这首歌要表达的。热血听完就能赢，这个理由够了吧，能赢。希望我们参加 KPL 年度总决赛的所有的队伍和电竞选手都能够展现出他们的风采，去让大家去享受他们的竞技的水平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发挥，然后我们一定会为你们的胜利喝彩，每个人都会期待这一次精彩的对决，加油吧。